五花人格，这个肉好厚，好老了，这个，好甜，这个意思。喂，你不喜欢穿鞋，下次不买鞋了。这个老椰子了，好甜。那妈妈，这是什么？老椰子，老椰子，清甜可口，清甜可口。那么好甜吗？好甜，清甜可口，清甜可口。有这个肉好厚，好好，天然的椰肉。妈妈，我们看那个兔娃娃。好，重点滚动。这你帮我开，我不会开这种东西。走，爸爸，我们一起吃吧。好。是谁买的？是爸爸买的。爸爸是我们的大英雄。那你是爸爸的什么呢？爸爸的是大英雄。爸爸是你的孩子。你要听话不？好呀。长大买什么给爸爸吃？买饭给卡车爸爸吃。给卡车给爸爸吃啊？他咬得动的。他咬得动的。这个菠萝蜜啊，不知道熟了没有？按是按得动了，软了。爸爸加油！爸爸加油！爸爸加油！哇，也打开了，打开了，也打开了。爸爸，你看。爸爸，你是吐口水了吗？哦，对了，吐口水了。好想吃。我们一起吃吧。好。要切开了。好甜，闻一下。好甜。哇！我吃一个先。纯洁。要拿个手套，黏黏的。哇，这个，哇，我要吃这个。嗯哼哼哼。拿到我切。哇塞，好香啊！这个菠萝蜜是呀，好新鲜。妈妈，这个好甜。拿着嘛哈。好好吃。这个纸拿来煮。好了，看到没有？好了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啊。好甜。喂。不贵哦，30块钱不贵哦。那么大，想想嘛，这有多重啊？不知道啊。30块钱，我的妈呀！去超市买那种散装的，好贵哦。是谁买给你吃的？是爸爸，超市里买的。超市里买的。爸爸，我爱你。现在全部把它给杀出来。它也熟了的，其实哦。有点熟啊。这里都有点黄的了，像那个榴莲一样那种颜色哦。这个是胶水，那姜。好香。这个菠萝蜜好香，不要搞，粘住你的手子。好，菠萝蜜。是这样子摘的吗，老公？抖音上是这样说的呀。抖音上是这样说的，什么都看抖音。那不懂啊。摘个菠萝蜜也要看抖音。哎呀，吃这个丝瓜瘦肉汤。然后吃点萝卜干炒瘦肉啊，这昨天还有点土豆丝，我要吃了。摘的怎么样了，老公？不会摘。哟，虽然小个，但是很甜又香哦。你们这个品种好吃吧？哟，还有这么多没摘。哎呦，这个椰子，它里面这个肉啊，我把它给弄出来了，然后切成一条一条的。这个肉很香啊，很脆又香。这个是菠萝蜜的籽，妈妈菠萝蜜也快吃完了。妈妈，妹妹吃完了。
小贝贝，我小贝贝鼓起个嘴巴干嘛啦？生气？这捡娃收拾玩具啊！我以为你生气了咯，鼓起个嘴巴，尖尖的，小小的，我以为你生气啦。叫我先。妈妈。哎。